不要着急，是你的东西就不会飞走。嗯，友谊嘉年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给我的吗？嗯，这是修教授为了孙女布兰娜和她的朋友们准备的，不过要求必须准备一个才艺表演，最佳表演将可以获得跟好朋友一起旅行的友谊大奖哦。旅行。